见过花开真的就好了吗？我们爱过真的就够了吗？你要离开真的不回来吗？遗憾吗？真的不回答吗？要怎样习惯昼夜的温差？要怎样接受你给的落差？璀璨的烟火只在一刹那，雨会又随风去哪？你说分开是最好办法，轻描淡写的说着伤人的话，把我困在回忆的中央。我们没走到最后就是遗憾。见过花开真的就好了吗？我们爱过真的就够了吗？千军万马，你说分开是最好办法。